一家店。进去的。我觉得台北吃饭机，他没有钱，他没有吃饭。吃个午餐，吃个5000块。耶！在哪里？台北车站2楼。好，一样。樣如果吃得完的话，就我请客；吃不完自己付钱。选一家店。自己选啊。那我们选少一点的。麦当劳吧。麦当劳在楼下，而且没有桌子给你坐。还真多人，哎、欸，不要招人哦。我们签了共结。看看有什么什么病哎！到底？然后刷了1万块，什么？吃个晚餐，吃个5000块，走都不要答应你说带他们去了。鸡上面我们只看得懂鸡三盒，对啊，鸡三盒，好 ，Let's go， go。大桌，很多，我觉得台北吃饭机，他没有钱，他没有吃饭，奇特是什么？是总是会有人坐在那里，或是躺在那。对啊，为什么？然后看窗户就是超多人，只能坐黑色的，不能坐白色。好像是，对，是吗？另外白色的不能坐白色的，老黄装。台湾有一个，其他人不管干嘛，只有他把你要干什么，其他人都坐。大部分都坐黑色。为什么？好像是不因为第一点是白色看起来脏。第二点是白色做白色的太高调了。第三点就是没有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所以是真的有这个传统，应该是。等下叫甜甜去做做看。他做白色应该就是他跟我们一样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对，因为我以前来不管他，我就做。也是后来有人跟我讲说，我才知道是黑色才可以做。鸡翅将鸡肉以及白饭盛到碗里面，直接吃最原始的风味。白饭哇，他这个你点的是，我点的是炸鸡，哇那个酱汁，他流口水，对啊，我像吗？好，我要直接吃喽，第一次，哦，我感觉它有酒味啊，真的？吃加入你的饭还有鸡肉之后呢，这边有配料，夹一些你喜欢的。配料一起吃，哇，还有海苔哎，我不来夹哦。它的饭好好吃哦，有另外一种风味，很好吃哦，超下饭的。搭配配料及特制汤汁品尝，所以我要先加特制配料。哇，你加梅耶。因为我刚刚跟他说很好吃，对，他跟我说，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它的特殊酱汁吧？哦，是吗？真的？还是这是汤？就是汤。我看，应该是，所以我要傻了。对，就是加入鸡汤啊。哦，一个汤泡饭的感觉，好酷哦。高汤的味道，哦，好吃耶，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我真是无意间走进来这家店了，没有业配哦，没有收钱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好像果冻哦。对啊，哇，它是卤的吧？它是炸的，它的酱汁好特别哦，有点甜甜的。怎么样？哎，队长做结尾，不用那么大吧？我快吃完了，但是因为摄影大哥已经吃完，他想早点吃播，他就把摄影机拿起来，很烦，逼得我们，明明就还没吃完，还没有扎嘴巴，对，还没有扎嘴巴，我们扎你在脸上。还有卡牙，对啊，还有卡牙。怎么你不喜欢吃吗？喜欢吃啊。那你为什么不点？为什么不点？
因为你早上叫我戴那个晕眩的眼镜，看我晕到现在吐的。好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点一千个赞，我们就会继续介绍美食给大家咯。然后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单。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终于换我结尾了，有没有？那个人蛮厉害，都知道我都没在结尾。真的，你知道你都没在做。对啊，他也知道哎，而且我看那是很认真看影片。对啊，我很久不结尾一次，然后上次来讲说什么，我要跟大家说什么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太久没结尾，嗯。